哎，上礼拜他们打联盟那一队，然后现在被打到四强，然后再抢第三名，然后他们又是道具赛，小胖跟熊大雄道具进入赛被5-1的样子，被5-1，然后进入赛被5-1，道具赛4-5赢回来的样子。还是4-1还是怎样？反正抢四就是，反正我记得他们进入赛只拿一分啊，进入赛只拿一分。然后道具赛是打到最后一回合，最后一个僵尸人的磁铁把他们救回来，但是最后单挑又输了。啊，单挑好像是全大雄上还是谁上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对，全大雄上，想起来了。然后我记得那是小胖超屌的，然后全大雄那一天跑得很菜，就是很多不该有的失误。不过几关没算过，哎，没算过。AI 也没拿冠军啊，还不是受人尊重？谁啊？这首歌叫这个啊，我贴给你网址，旧姻缘，旧姻缘。